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这款 Overlay Jumpsuit 了，各位，这款来自 Nextmode 品牌的，我和 Model 和 Peggy 都是穿 S size， OK， 大家留意一下那个尺寸哦。胸围的话呢， S size 可以到 94cm， 然后腰围可以到 72， 所以呢这款我可以穿 S size， 我的腰围是 70， 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那个尺寸。 M size 的话呢，胸围可以到 100cm 哦，然后腰围到78的。 L size 的朋友胸围到 106cm， 腰围的话可以到84哦，可以到84cm 的。这一款来到三个尺寸 SML， 三个尺寸，然后有三个 size。 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个就是大红，就是我咯， OK， 大红就是我，大紫就是 model， model 身上的这个颜色呢就是 violet， OK， 你们打紫色或者是 violet 都可以哦。大红大紫在这里了，还有谁呢？还有大粉白粉，乱讲，这个是粉色， OK， 或者你们穿的这个粉色呢就是拼这个藕色的下摆， OK， 它的裤裙这个是藕色对吗？看看先，嗯，对，粉色配这个藕色。然后大家，我要告诉大家它这一款jumpsuit的版型很漂亮，它就是以有这个 V 字领的， OK， 它是 V 字领呈现。然后呢它拼接这里呢有三粒纽扣， OK， 它三粒这种纽扣是这种琥珀色的纽扣哦。然后接下来呢它的 waistline 这里呢左右两旁就是有这个口袋了，大家如果有留意到的话，它的口袋这里有做这样子的一个小车工，这样子的一个小造型耶，就是看到它的口袋位置这里也是一样哦，两旁都有这样子的一个侧线位。还有为什么是 overlay jumpsuit 呢？因为它这里真的是有一个 overlay 的一个设计， OK， 它前面是裙子，然后后面是裤哦，前裙后裤的这样的一个版型。来，隐形拉链在后面，隐形拉链在后面，然后它这一款是没有里布的，做里布的话就会很厚重，对，就是会很厚重咯。然后后面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修腰修腹线， OK， 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款红色呢就是拼这个黑色，如果你们喜欢就是你的下摆这里是黑色的话，就是比较显瘦，想要瘦这个臀围的话呢，建议大家可以考虑我身上的这个红色， OK。 Model 身上的这个紫色呢就是非常的高贵了，它是浅紫拼搭这个深紫色的， OK， 两个紫色我都很喜欢，所以它的颜色拼接的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高贵哦，这个紫色。